宝贝辛苦啦。不辛苦。啊。嗯？你干嘛？我不吃香菜。不吃香菜，把香菜夹掉就好啦。为什么要把饭剥出来？你是不是知道农民叔伯伯种地有多辛苦吗？在这里浪费粮食，七八十年代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挑三拣四，是现在过得太舒服了吗？给我捡回去吃掉。最近我压力很大。嗯？你关不关门啊？啊，宝贝，我忘了。忘了？每次都能忘？跟你说多少遍了？留个小尾巴干什么？空调开着电费不要钱吗？还不赶紧去关上？快点呐！嗯、啊、你不要敲我被子呀，我冷呀，我也冷呀，那你多穿点衣服呀，裤带都给你打开了，那么多脂肪来烧一点能怎么样，想要被子是吧？晚安。这抖了一下被子怎么了？抖抖有什么好抖的，说让你不要抖你还不要抖，抖抖抖抖抖，是被子跟你有仇还是画跟你有仇？抖被子还是拆家？哈士奇都没有你会拆、啊、看什么看，还不给我挂上去啊。